你的宵夜这么严重，吃吧，全部倒上去吗？你吃，你能吃多少要倒多少吧。面好像有点多嘞，是什么？是不是差点辣椒面？来，辣椒面。哇，还要吗？这才是绝配嘛。差不多吧。还拿一点点。这可以。可以吗？我先尝一下你炸的这个煎的这个蛋。好吃。里面吸满了那个汁。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蛋。可好吃了。你就好像不吃吗？我吃，我不吃，我还饱。看你吃都饱了。你这样说的。哦，好像有点不对啊。哇，这是辣的，然后那是冰的。吃得饱不？这一盘我们吃不完，吃不完也要把它吃完。我现在感觉很期待你下一次会做什么好吃给我吃。我感觉我一个人吃没有两个人吃的食欲的感觉，真的。我已经吃过了，这你跟我一起吃好不好？下次再说吧。我喜欢吃那个溏心蛋。哦，溏心蛋是吧？下次给你做个溏心蛋。我吃饱了也喝饱了，明天你把这个收一下，先睡觉了啊。辛苦你了。好嘞，没事。